今天安妮姐姐呢要和大家玩一款超级好玩的玩具哦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哇，闪电杀手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动不了了，看我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是从哪里来的这两辆飞车？不过这车看起来好奇怪呀。哇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捷德奥特曼？可不是嘛，一个是钢然形态，还有一个是豪勇形态。天呀，那可怎么办呀？你个胆小鬼，一人打一个，还打不过他们吗？这，我先来。哈哈哈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哇哇！闪电杀手，快来救我呀！还以为你多厉害呢，还不是得要我的帮忙？哈哈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天哪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我可打不动了，哎，我也不行了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，还有我赛文奥特曼的战机呢。好了，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，拜拜。